花莲东村旧街观光的景点上台平风景观礼区，又个生态艺术村，还有在地的艺术家前来新义街艺术工作站，来到花莲的海水驻村创作。同时期盼今年第三届的上台平艺术季，中央展出包含油画、雕塑、韩国大型的体验夜店作品，系统上演。行业了解人工实况，观众感应做的体验供水管，用身体了解艺术家的创作困难。那为了做推表示推自然的体验创作，还有室内展出各种的画作、服装、装置作品了掉，都是了解实体片生态艺术规格内容。从两部铺路的身体，就是由屏东内部的建筑师钟炳芬用竹村两张立白类的观察所发表，展现出实体片采集出名相同的个油画作品。看到有一些部落的人，他在扛着水管，他这个水管是要扛上山到水源地去接水下来，引水到这块土地上面来。那我就发现说，这件事情在城市里面根本就不会发生。到奉平石腿坪了解气候变异三界土地，透过是阿美村人的传统两位。民国76年，由东埔惠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发展做有机区。1906年是用强滚木屑来养草。汉卡到2022年新的介石腿坪生态艺术村，是透过彩田艺术家何少创作者强化创作，为家人打造美好的愿景。然后我们823这个区域很多艺术家，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可以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事情。土地归还了，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艺术的元素、艺术的种子种在这里，这样。我们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跟在地的地主跟这边艺术家也一起合办了这个823的艺术节，那也希望说可以用这边的原本的这个土地的一个样貌去找出他们过往的一个历史。驻村的艺术家也表示，石下堆还会填修具体环境，老基本设施了掉红木盖养草，强化建立用修改环境生态。汉卡今年艺术季展期为一起到半年尾，希望本月届有汉卡多认识。下个新闻，王小琪发连报道。